在这个时刻，我想很多在场乡亲都非常的期盼，今天人山人海。各位现场的好朋友，也请在外面对街的朋友要注意安全。各位好朋友，现场已经超过50,000人，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，再一次欢呼，感谢咱新北市，咱所有时代好朋友，满满，甲我以及咱即卖咧变议员的所有候选人，甲咱站下的立委，来甲咱徛台徛做伙。今日市长含咱的市民连斗阵，用咱健康快乐。有希望未来城市，帮大家做伙行。在这个时阵，选举，咱是一个快乐的。选举是选一个未来，选举是找一个好好做代志的人。所以今日我要伫这，甲咱的乡亲问一句话：今日的节目，今日的节目。老华裔，我拜托大家，把你的手机啊，电脑给拍开，把你的锁匙拿起来。我等下对左手边，走到正手边的时阵，你对我吼跳一个波浪舞。我若行到对，你就把我扛起来，把你的手机拿起来好无？好。把你的手机拿起来好无？好。手机拿起来，手机拿起来。就是健康的城市，所以吼、哦，我常在讲，我这个菜市啊，大汉的囡仔，从细汉，菜市啊，脚软来软去，
我常常看安尼老爸手哦，油碌碌，所以讲去菜市啊，摸着油碌碌的手，就是摸着阮老爸的手。所以菜市啊，足奇怪，人情味有够重。但是阮这个加减弯，但是弯弯的，明仔无代志，我一定明仔无代，等就无代志。你若无方便，伊甲你斗过头，甲你斗结账。大家嘛安尼过日子，以前大家讲，阮爸妈咧讲，咱若认真拼，咱若认真做，咱大家好好做，咱就有前途，有未来。咱菜市大汉的囡仔，就是拢含人讲过话，咱卖冤家，好好啊做代志。咱台湾细社，无分你甲我，无分什么族群，大家好好啊做代志，这就是咱台湾上简单、上朴实、最简单的快乐，带来咱乐观正面的力量。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对需要这个力量，所以这几年市长喊大家站到底，喊市民念条条，你这个代志就是市长的代志，但你这个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咱一直在拼，拼一个基础，让咱老的长辈们有一个后边好快乐的晚年生活，让咱的少年的年轻的。可以减轻你的负担，所以我要做公共托育，这做个幼儿园，老的这做个日照中心，里里有银马俱乐部，这都在做下。把它接收来，我们下一代能够不断的扛起他们的责任往前走。外地，四年前我在选举的时阵，我常常讲人爱唱一条歌。这条歌你拢应该邀请，但系邀请你来注意听哦。有一条歌叫做《向前行》，会晓唱未？会晓唱未？哎，只要唱落去，一句话就好啊。咱要来台北打拼，听讲以后拢有好康的，是不是？咱要来台北打拼，因为遐拢有好康的，咱来向前行。说到这句话吼，来到咱足济演讲的，来到台北以前先徛伫新北，是要去台北。今嘛我甲大家讲吼，我甲大家讲，经过这几年来大家的拍拼，咱新北市什么好康，我甲大家讲。咱的上好耍乐园是全台湾上好耍的乐园，你去耍过无？哇！了啊了，你了啊欢喜个！咱三十二无变的五个粪色刷变夏绿地，咱的文在进五十年，甲改变会当做台北市两个2.68四里计划区，咱的捷运站。一站一站，伫主持顶伫我的拍拼，一站一站起好啊！今日看到什么程度？10万人就有3座，超过贵属的东京首尔，超过新加坡，这就是咱的希望，对不对？有。所以今日，我要阁跟大家讲，我记我少年要离开故乡的时阵，我18岁外，阮爸甲讲一句话。18岁出国，家己打拼，家己负责，人生是家己的。所以今仔日18岁，我想要停18岁公民权，因为我爸一句话，知影我爱听咱少年的声音，咱伫街头讲，予人大家听落，咱要认同伊，是时候了，停18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今日，我要拜托大家，咱胸坎甲挺出来，路大步甲行出来，咱个个会记的，徛伫我后壁议员，大家拢爱当选，大家议员拢爱当选，一日打开卡数的立场，个个爱前年党，
今日咱用咱建立新北市超过咱一切的新北市，咱明仔载新北市咱都看会到，大家讲好无？好。今日是也无简单，是也无简单。咱六都的市长候选人拢中了，咱高雄热情勇敢承担的客座的，我阿爸子。不管你现在是新北市市民，还是新北市的市民，你都给我打电话，这件很重要，用我们的团结的力量，把我们这块土地连做伙的精神，用你们的选票全部站出来，守护中华民国，赢回台湾未来。给大家深深的一鞠躬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们马上也要欢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，欢迎朱主席。再一次欢呼，六六大胜！再一次欢呼，六六大胜！再一次欢呼，六六大胜！为国民党的胜利喊出你的希望，国民党。胜利，国民党胜利，国民党胜利。
是未来四年要持续提出